在人的一生中所经历的风花雪月，以及苦苦追求的一些功名利禄，可以说在这些过程上的挣扎以及追寻呢，就像是我们人生中一层又一层的一些变化。油彩画的构成就是这种一层又一层的色泽侵占，那种层层的覆盖是一种生命，更是一种生活。画中那古朴的褐色细调，将市井生活的醇厚踏实很温暖地表达出来。三五好友泡一壶茶，二胡的琴弓拉动着南湖的琴筒，没有彼此，也没有你我，晨唱的是江南烟雨，也是闽南小调，是音乐的节奏带动了些生活，也是生命的形式谱成了乐章。油彩原本只是颜色的基本源，经过画家的重新组合，或调匀，或是稀释，所呈现的是一种美，另一种协调的美。欢迎收看今晚为您安排的《今宵花月夜》。在哪里？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，如果这一走，你是否会想起我？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，别让这份情换成。如此的冷漠，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。时隔多年，你我各分东西，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。我永远把爱留在生命里。
的身影，没有机会的爱，为什么让我孤单？望着你，我日渐消瘦。望着你，我泪眼满眶；望着你，却不言不语；望着你，我终于明白，你就是我。这寒冷冬季，好像被动的你，我已失去了你，在这寒冷冬季，你就是我唯一的爱，你就是我最后的爱，现在的心情好像被动的你，我已失去了你，在这寒冷冬季。我从不知真爱如此快乐，它总是在我想哭的时候，我突然的给我温柔。我已经好多年望着忧郁着这里，有时想哭又想笑，有时又想逃。我以为感情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，带你走的那一夜，我却疯得无可救药。想爱就去爱，该恨的就要恨，别再那么没胆量，请让我从此坚强。其实我好想有人陪，但你从来不问我，我就不该说我生气，我那么没种。其实我好想有人陪，但你从来不懂我，我恨我自己，我不再那么冷，是为你而改变。
说我一点都不重要，带你走的那一夜我却疯得无可救药。想爱就去爱，该恨的就要恨，别再那么没胆量，请让我从此坚强。其实我好想有人陪，但你从来不问我，我就不敢说我生气我那么没种。其实我好想有人陪，但你从来不懂我，我恨我自己我不再那么冷，是为你而改变。为什么要等你等了那么久？为什么望着你冷漠的眼神，心还会跳动如此难受？其实我好想有人陪，但你从来不问我，我就不该说我生气我那么没种。其实我好想有人陪，但你从来不懂我，我恨我自己我不再那么冷，是为你而改变。我恨我自己因为你而改变，但你却看不见。学家王鼎钧说，故乡，故乡是什么呢？所有的故乡都是因为异乡演变而来，故乡也是祖先们流浪的最后一站，但对后代的你我来说，故乡却是流浪的开始。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乡愁四韵。品尝乡愁是一种苦涩的幸福，毕竟远去的是空间，而拉近的却是时间。这个您也是三十多年您来到国内，然后开放以后，两岸的这个已经可以往来了，是有没有回到故乡去？有没有寻找这个亲戚啊？还是这些？有啊，我个人来讲呢，整个中国都是我的故乡。人家说三尺黄土哪儿不埋人呢、啊？什么地方都是老家，啊，我住在台湾，台湾也是家。那么我去呢，就是，像这个北京一直到广州啦，上海、南京啦，一直到西边的这个重庆呐、这个四川呐、湖北、湖南呐，我都有去，但是还不够，我还要继续不断的再去探访探访。是。老公那边所说的老少边穷地区我都想去一去啊，老区啊，他们的所谓老区啊，啊，少数民族地区啊，边远地区啊，贫困地区我都想去。就是如果选一首歌曲的话呢，你会想到会唱哪一首歌印象相当深刻？这个怎么说呢，就我很您说五音不全是太客气也不是了。我个人呢、我听歌的时候，我听到好像是谁唱过一首歌，好像是崔台青吧，他唱过你知道爱是什么、那个歌也不错。邓丽君也唱过一个歌、好像是什么呢，失去了的爱情永远不再青葱的那个悲凉的歌、也很不错，好像叫做这个、对呀、叫做这个遥远寄相思，好像是吧，那个歌也蛮不错的，也不错。你像万沙浪的那个唱的高山的那个歌、也那一首歌也是很不错的。是你唱的歌当然都很好了。大体上说，我总觉得一个
民族的音乐歌韵呢、啊，它是民族最深的心灵，可以从歌唱、从音乐艺术、从声乐里边都可以啊，器乐啊、声乐啊，都能够表现一个民族生活的面貌。但是曲高而活寡也不行，现在孩子们要跟上你，能够跟你学着唱那些歌还是很要紧的。如果你唱的那个难度啊，表演难度特别高、啊、人家跟不上，人家只会听你在云里边，他在地上就有隔、还是有隔。如何产生不隔，就是王国伟说的，那是艺说最高的句子、啊、是哎，那么如果这辈子那个您也不写书了，那么也不教书了，您最想做的可能会是什么事情呢？变得我是想还是想读书啊，因为书有未曾经我读啊，读书的乐趣是无穷的。因为我们在抗战期间，比如说金石子集，我就没有正式的点注过啊。那么有些书我能够读的，我还要去多读，因为要精深广去了解。所以说一生颠沛流离久啊，此生只愿做书囚，做书的囚犯啊，也是一乐也。说爱情像玫瑰，爱的奉献就如玫瑰般恒久不变，一年四季为天下有情人的盛开。也有人说爱情像玫瑰，当玫瑰的艳红转为鹅黄时，爱情已褪色。鹅黄的玫瑰有着几近心痛的绝美，爱情有时也会变质的，真心也会换作无情。然而世间多少痴情儿女依旧执迷不悔，迷恋爱情的神话。